你好，观众朋友，欢迎您收看新一期的《我爱发明》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陆博。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这个发明项目呢，给建筑工人带来福音了。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发明项目呢？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。诸多工序中最基本的一项就是活水泥，具体讲就是将水泥、砂石、骨料和水按照一定比例混合搅拌，最终形成了造屋垒墙所使用的混凝土材料。郑武斌发明的便携式搅拌机通过三代改进，利用大功率电机带动螺旋叶片，增强了搅拌力度，增大了搅拌受力面积，达到均匀翻搅灰浆的目的。郑师傅发明的这台搅拌器效果很不错，特别适合小的施工队使用。